先到此为止吧。蠢货，你看不出那韩小楚在演戏吗？韩小楚他什么都写在脸上，不必太过费劲。忘了，你懂什么？现在是不是他已经不重要了？那件事，明天就开始吧。是，老鼠以为猫吃饱了才会跑出来。 楚，你疯了！宗主来了！宗主来了！孩子们，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宣布，可能大家已经有人知道了，我们少了一个人。前几日，南婉的家人突然联系我，说是给他谈了一门亲事。韩小楚，你与南婉友情深厚。 却不为他高兴吗？他根本就没有告诉过我。那是因为，他就是怕我，怕我说他不当刺客，为男人操守家务。可是，他就这样不告而别。他虽然嫁人了，但永远也是你的朋友。志向并无高下之分，仗剑天涯是一种志向。 好不容易从姹紫那儿夺来的珍藏梨花白，女侠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怎么来这儿了？什么意思啊？怕你丢了，跟紧我。且看好了，啃水。 3000，金武，对金，二坤，土霸，记住心诀，以后我们有什么事就在这里说，别人进不来。
龙碧血，我一定会守住我的刀，为了南婉，为了南婉。 脸怎么红了？你是不是喝多了？走了走了，回去了回去了。小楚，支支吾吾的，你到底要说啥？我是想问，咱们学院之前办过喜宴吗？ 这是刺客学院，想什么呢？完了！那就是在之前。曹爷，曹爷提前了。什么时候？明天。想必各位已经知道了，今明两日的测验，希望各位稳定发挥，旗开得胜。 比较简单，内容是每个人都在鞋底上沾染染料，以在台阶上不留下脚印为前提，以一个拿到魁牌者为胜。开始吧。那个不错，腰肢纤细柔软，我很喜欢。那个男的也挺好，可以帮你家大人留意着。 来看看，真是对的。刚刚那些都还没被选走吧？没有，下次可以为您安排。那这次选的第一是谁？听说是那位钦点。这次选的是他。尽管去，我会帮你的。嗯啊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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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韩小楚，直到最后一刻都不轻易放弃。平时学的你都忘了吗？对不起，追师傅，我一时疏忽。下一场要是再输，就不必毕业了。